丽婷注水以及安可舞台争议，再加上公司内斗，成为众人讨论的话题人物。没想到安丽此前在一周偶像中的随机舞蹈再次引发热议，尤其是袁熙在翻跳 New Jeans 歌曲时，还出现了没站稳的画面。另外，袁熙在翻跳其他歌曲时，还多次走位失误，挡到了成员的镜头，让 Yuna 以及 Mocha 都要及时调整站位呢。